原标题神仙 CP。少年邓布利多格林德沃全游世界重聚杰米坎贝尔鲍尔加盟权力的游戏前传衍生剧 Toby Ragball 加盟权力的游戏前传衍生剧 Naomi Aki 加盟权力的游戏前传衍生剧此前定下的主演之一纳奥米沃茨搜狐娱乐讯北京时间1月9日消息。据外国媒体报道，哈利波特神奇动物的少年格林德沃和少年邓布利多又要合作了。权力的游戏前传衍生剧宣布新增多名演员杰米·坎贝尔·鲍尔和 Toby Ragball 加盟，也有 Naomi Aki、 麦克白夫人、丹尼斯·高夫、克莱特、 Shayla Dotti、 M 明书、伊万诺·杰里麦亚、黑镜、乔吉·亨利、纳尼亚传奇、艾利克斯·夏普派对搭讪秘诀，这些都是常规演员，其中高夫和 The Team 等人此前已爆出过消息会参演，此次是正式宣布，此前也已宣布纳奥米沃茨和乔什怀特豪斯出演。目前看来，沃茨戏份是主角之一，饰演一个迷人的社交名媛，身怀暗黑的秘密，是波及导演野心定为 Clarks， 他曾执导惩罚者杰西卡琼斯，也将导演新星际迷航四，不过目前该片在搁置中，他也因此有了时间来指导这部全游衍生剧。该剧由冰火原著乔治 R.R. 马丁与剧集主创兼编剧 Jan Goldman 王牌特工海扁王一起开发，时间起初设定在权力的游戏背景时间的8000年前，也因此权力的游戏所有演员和角色都不会出现在这部前传里。剧情描述为讲述这个世界的堕落，从英雄的黄金时代到最黑暗的时刻，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维斯特奥大陆历史上最可怕的秘密到异鬼的真正起源。